保证不双倒，那你就倒啊，有差吗？有差吗？我觉得盲女真的要做一个那个反差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盲女不是点巨力吗？所以以后做那个反差恶搞图的时候，是盲女的身体是一样小只，但是只有那个她的那两只手臂，她的那两只手臂很粗壮，有没有？哎呦，新造型的好酷哦！好酷哦！好酷哦！你好帅啊！帅哦，这造型帅、啊、哎呦我去，这个雾人捏得很紧啊，哎呦这个有重啊，没关系，来照夸啊，孩子，你慢慢擦眼啊！哇，走过去还不小心卡到了，傻孩子！哦哟，这个还敢甩啊，你这个！好帅哦，这个杰克！七，哎呦，他没有风穿。哎呦，差点甩到我！角度问题，角度问题，各位。哎呦，我要不行了哦！我要隔壁了，我要隔壁，我要隔壁了，我要隔壁了，我紧绷了，没磁铁什么小都没了，要隔壁了，各位！哇 ！Fuck you！ 哎，为什么机械师盲女在外面需要笑这么久？哈！哈！哈！为什么机械师盲女在外面需要笑这么久？哈！你这个是挂牌的吗？你敢配笑哎、欸，配笑哎、欸、喂，小鸡啊，操操操，是无人，我就知道。好，可以，你跟你说再见，不要来烦我。你还要追，你还要追，你头都坏了呗你。你以为我会被你骗吗？为什么要笑这么久？老子到他几圈了，你们要修这么久，还要我修一台？哎呀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哇操！啊，就是那个，好像是甩那个骰子一千多步，那个这次那个一千多步那个，好帅哦！杰克这个造型啊，好帅、哦！妈的！修怎么办？